我们目前就是倒压工作的方式啊，来生产这种稻米。那我们在插秧过后，差不多2个礼拜就放进禾压，制造干净美好的环境，各种生态它就自然它就会回复回来。 鸭子特工队，5月20号周日上午11:30，感恩故事集就在公视频道。